有啊，这边那个餐具都没问题了，餐具可以十几二十个人。真的？可以。那你餐具就好了。那是草吗？我有草莓粉。在挖什么？小番茄。啊，小番茄。再往上面一点啊，对，原生的，对啊，原生的都没有，也没有化肥，有没有化肥？没有化肥吗？来，嗯，你用，我吃过了，你看，博士，你再吃，没关系啊，你吃，我吃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吃过很多次了。李教授，天牛呢？天牛，我们小时候常常抓这个，这个算是害虫。是害虫吗？它会吃根，吃作物。小时候常常去烧那，尤其是夏天最多。甘蔗，这是甘蔗，啊，玉米的，玉米哦。还有一个小玉米，那里啊，这样你连根拔除是要移植哦。还有他用那个什么玉米的那个茎啊，煮汤啊，也很好吃啊。对呀，哦，好舒服啊！对啊，到上面哦，那个 view 很好的地方，啊，停下来看看风景，吹吹风。可以去拔玉米啊，摘玉米啊，折下来。哦，好凉哦！整颗拔起来哦。从那个行李箱被宋大哥拿掉以后，我就知道很凉了。哦，我在爬的时候都没有凉哎。哦，好累呢。没有，来这里才比较凉，有风。对，这边有风。啊，你这样都拔起来就不会再长了、啊。本来就不会长了，用力！哎，哦呦，拔萝卜了，拔萝卜了。吃完的话，这根好，可以。它那个茎啊，茎也可以煮汤啊，煮汤的时候把它弄成一节一节的。啊啊！来，展示一下战利品。上下过来一些，到这边来。啊，王教授，你这一座山都是你的、哦？对啊。看到了，看到的啦。好大哦，一小块的。你看得到的一小块哦。就这一片了，就这就从这个竹子啊，嗯、然后到那边。是有半毛分。大概有三十米吧，三十米宽呐、啊。这个山坡都是哦。没三十米宽呐、啊，大概宽度到那个竹子那边有种竹子的地方。大概有没有三十米？三十米宽嘛，不止嘛哈。那上面到哪里？等一下，不止。这个长度大概有多少？有没有两百米？有。长度有两百米嘛？宽度算它宽度。四百步，哎，等下。是280米。两百步。啊？这边这样有山可以爬，很好呢。以后常来啊。比我爸爸那一座，真的人家都不想。